难道我连我父亲都见不得了吗？让我坚决，老命不可入内！我不管，我今天不管，这什么罪我都要见的。凤姐，刘东武，刘东武，主上宣引旗觐见。父亲，穆少主，就在这儿见吧。 太医嘱咐了，主上不可吹风着凉。也是，现在就只有两总管，还肯喊我一声少主了。我一介平民，怎配面主？自然要隔着这屏风架子。问主上安。 主上身子如何了？无妨。既然无碍，我也就不用担心了。不敢打扰主上休息，我告辞。父亲，少主不能进。主上不见少主，是怕你们染了病气。更何况主上还需要好好静养。放屁！ 真是怕有人动了歪心思。如果病情歪险，就会有人盘算起来。但如果真有谁这么不怕死，您就打他骂他罚他。但是不能一棍子把所有人都打死啊！因为还有很多人只是挂念您担心您的身体啊，父亲，家里人。 不应该这样。下个月就是您的生辰了，难道儿子们还要隔着屏风外面给您祝寿吗？啊，老啊，你还记得为父的生辰？当然记得。天下没有哪个做儿子的不记得自己父亲的生辰。 就是儿子不争气，但如果父亲还肯认我，我就给您侍疾、祝寿、尽孝心，一样都不能少。